到达昆山站时间15:52停车三分。大约到达昆山站时间15:52停车三分，请上车还没有来得及买票的旅客到8号车厢的列车办公席去办理补票手续。 在旅行途中的列车上实行全面不吸烟的制度，请不要在列车上的任何一个地方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trains will arrive in Kunshan Station soon. Please be ready to get off the train. 旅客朋友，列车停靠昆山车站。
至天津方向去的，值四十二次列车开车时间是19:42。由上海开往至北京方向去的，值二次列车开车时间是18:47。由上海开往至兰州方向去的，客116次列车开车时间是6:43。由上海开往至南京西方向去的，客722次列车开车时间是17:33。由上海开往至昆明方向去的，快181次列车开车时间是6:53。由上海开往至南昌方向去的，快287次列车开车时间是17:59。今天先做好下车准备，咱们下次旅行再会。列车停靠终点站上海车站。